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车站列车记录。最近有蛮久一段时间没有排车了，因为最近疫情嘛，每一个站防疫都防得很好。如果站在里面拍的话，会不会赶出去？我不知道。上一次能拍完高雄这些话，已经可以偷笑了。那现在是五月这个时候疫情比较趋缓。虽然说，他有跟他站务人员还是希望旅客不要待在月台上，但至少就是比较敢出来拍啊。然后我现在人在三家岭站开场，主要就是因为太喜欢这一站了。然后还意外发现这个隧道原本堵在洞口的砖墙已经被拆了，或许之后会再拿来利用成怎样也说不定。那我们现在就走回三家岭站，开始今天拍摄啊。对。今天要拍的是牡丹展，忘了讲。对，所以我现在要再走回三家岭站，然后拿去牡丹。影片开始，Go。
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按个赞。